2019地方创生元年花莲县光复乡提出的大光复共好绿能交通网络建制计划，在全县13乡镇市公所将近上百件的计划当中，率先的获得了中央的同意，补助600万元协助推动建制。而乡公所也特别进行了绿能单车的试乘，乡长林清水表示，规划建设170台的绿能单车，渴望在6月底前全面的到位，让光复乡地方创生计划的推动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所以按着 M 不放，它可以把那个这边的辅助依照你的骑乘的速度去做加速。经过厂商操作说明后，乡长林清水与公所同仁、民众共同试乘绿能单车，也意味着光复乡争取推动的地方创生计划也向前迈进。我们希望说，透过电扶单车来可以行销我们光复乡所有景点。然后今天先过来，因为疫情关系，所以有些进口车还没办法到，到7月底才有150台的来到。那今天先试取4台车，先看整个大概有什么缺点，我们来改正。然后我们总共在光复乡设个4个站，然后4个站来做单车的借跟租的借跟还的点啦，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业务做得更好，让光复乡景点可以让因为大家有这个电扶车可以更省力更方便。以小型太阳能板及蓄电池作为动能，只要轻轻一踩，绿能单车就能滑顺前进，省电省力。每个人在试乘后都赞誉有加。乡长林清水表示，光复乡地方创生效能交通网络建制设定170台的绿能单车，渴望在6月底全面到位。刚试乘真的踩一下，它就跑很快，所以对于我们比较因为我们整个光复乡的单车路线，我们都大概规划16公里。所以有这种电扶就不用那么用力的体力消费那么大，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帮助。政府从2019年的地方创生元年开始，光复乡以友善观光环境为出发点提出的大光复共好绿能交通网络建制计划，在全县13乡镇市公所所提出上百件的计划当中，率先获得中央同意，核定补助600万元推动建制。在绿能单车到港后，包括 App 云端系统、候车亭等建制也将同步到位，希望能够带给游客民众更便捷、无污染的旅游交通。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